如果说卡米尔把一个人框住的情况下，奎山奇再去大那个人，刚好利用地形的话，会把那个人大出去吗？还是可能蒙卡 bug， 还是大到墙边？这个将军，但是当你辅助是米利欧这将军吗？皮跑先开，谁在砍塔？辅助再砍，拉出去，闪现拉出去，再命定。哎呦，当时是大树在砍，可惜了。哎，哦，来了，推线，我直接推。那这样的话，皎月要来喽，是饼干吗？是饼干呗，是饼干呗，拍墙上，跳过来，找上去，感觉要找，都不打鞋，找顶住外不打鞋，闪现跟伤害，他两下，闪现再跟，我开开 Q， 是人上吗？有机会啊，有时候你五个人一起回家，一起出来。就能做很多事情的，宽大招，直接过来一技能给大招，好简单。想 A 爆破，卡米尔不给你，压力很大，没一了，要直接宽了，要直接宽了，要直接宽了。冰，冰，那边还有人摁，掏钩子，好。不是冰在干嘛？掏钩子，他在掏钩子，我看到了。这把怎么说？相信相公。哎，兵又要找，怎么办呀？还好没给镜头，给了镜头又是掏钩子，又来了。怎么说？我大纳尔，你总不能约我吧？我大纳尔，赶紧把兵线齐了呗。找，大手牌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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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玩是吧？好好好。我队友来了，杀一个终结 ，OK， 你死了不亏，哈德也要死，哦，牙膏，哎，真的钻，哇，牙膏的操作兄弟，牙膏纯在秀这一波，怎么说一炮过来有机会，不追了吗？卡面一技还没好，哎，哎，怎么着了？哎，我可感觉想去支援的路上被逮了，哎，他为什么这把要裸甲修呢？就想着。哦，确实想去看的路上，然后被逮了。这有个顶级，又有顶级去 TP， 然后砸了这波。哦哦哦，要来了，要来了，踢了，踢了，踢了！小心开，啊，闪！弄小神啄这波，艾尔克输出环境无敌了，但是大招空掉了，有点可惜。想找艾尔克哈的一个人单挑打吗？金刚眼下来先杀大树，艾尔克闪现甚至都没招，都没交啊。不是这一波皎月这样的大闪吗？他是预判，好像是我感觉他就是预判啊，说实话他就预判你那个啥，看到我出来你要交闪。哦，但他没有 TP， 他也不敢去带，因为水龙魂啊，他们上一把就是水龙魂赢的，他们也知道水龙魂有多厉害，所以说小龙不敢再放了。大叔给大招了，已经跳上来要拍 W， 先拍一下，拍回两个人。哎呦，先杀泰坦，泰坦大都没放出来就死了。金克斯过来硬宽，宽了，奥菲勒斯跟伤害硬切掉了金克斯。怎么说？快点大出来！但是牙膏还在。对，牙膏还在，而且纳尔也还在，纳尔还能输出冰，有机会吗？小号没有闪现了，没有一技能算了。牙膏的输出也很高啊。这个时候其实直接满血 ，AD 直接满血一脚踢死。对，没看错。这个时候其实牙膏的输出要比金克斯高很多的。OK， 直接补了个秒表，怕了，吸不了多少吧？真吸不了多少呀，兄弟。哎，但是没少，是有缺抢的，没少。里面也没哦，里面有个眼，看到血量了，小号，小号要立功了，小号杀下来，抢到了！我操，小号！这波没少福大比，没少少不了这个眼，对，也没有睁眼，兄弟。啊，青钢眼。如果你在里面回城的话，是有机会的。大主给大招了，要找放个遮眼，奎亚迪要不要踢？奎亚迪没有踢，怎么办？奎亚迪没有 TP 怎么办？大招框一下，一技能被打断。好，找，找找找，秒表也不要放了。OK， 不要放秒表了，没问题。这边真要拖一下，大叔也不敢直接捆。
OK， 奎章提在能再抢一条，拖时间，奎章提假装给你压力，但是我在拖卡米尔过来，怎么说我直接动龙了，卡米尔还来不了，差不多开给大招，爸爸打一下呗，小号有机会抢吗？没有机会，水龙魂拿下来，卡米尔现在硬宽，但是有秒表，有秒表要着了呀，皎月进来，大招也就一般，亚飞倒了，跟着抓，有机会切，切死了金克斯，但队友全死了。金克斯被切死，队友全死怎么办呀？纳尔跳过来黏住他的，叫个闪现跑，那卡米尔叫个一技能跑咯，不过水龙魂拿下来了呀，这不 L 可是没秒表的，对，但是你切了 AD， 哎，真没先开，哎，捆进来带进来了，怎么说亚飞这波有机会吗？亚飞脸上就有个杰斯，狂风往后拉一下，后续杰斯波甲，杰斯波甲打出来，卡米尔在后面狂操作，但是没有用，亚飞也操作不动，皎月也倒了，他的我估计他这辈子不会再玩老黑一把了，他这老黑太夸张了，他打打团，他的一个人把大叔带过去，然后昏头，原来大叔还保护杀他队友，原来自己跟不上这大叔的节奏，牙膏表示没感觉。还行，这样看完的话 ，AL 的中上野确实打得还可以啊。对 ，AL 上野，说实话这几把真打挺好的，真尽力了。打野，打野真厉害，小豪。嗯。只要打 AL， 每个队伍都要默认半个蛮身，他蛮身太变态了，这个人。是。绝活。谢斌。唉，难受。为什么？已经快11点了。我。